们来到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今天呢，我想要来介绍一些里斯本的美食。想知道有什么必吃的，跟着我一起看下去吧。然后第二个的阿楚的应该是金枪鱼，然后这个味道感觉很像是起司的味道，很浓的起司味。现在呢，我们把金枪鱼裹在吐司上面，面包上面。我们刚刚吃的那个起司的蘸酱。这个很臭，可能不合我们的亚洲人的胃口，口感真的不怎么好。我就觉得只有这两个鱼的蘸酱跟还有跟那个奶油蘸酱，其实这个口味吃起来不会。看里面好多海鲜，你看这是螃蟹，先吃一些，然后这个虾也很大只，重点是这个饭全部。都是海鲜的浓缩的汁，好吃一口。里面有番茄味，然后还有海鲜味，特别推荐大家来这边吃。这个饭，金黄色，全部满满都是海鲜味了。还有这个，看这是软，软吗？哇，太丰盛，太丰盛，太丰盛。大家来尝一下的味道，拜拜。You were the music that led me to the sixth string. Now it's been so long since I've heard you sing.I looked up to you, brother. Even when you lost your way. 刚刚买了那个里斯本最出名的那个葡萄包，等一下来试试看好不好吃，在这里哦。我看看，啊，就猪肉。对呀、啊。哦，好。牛肉。那我们来到 Time Out Market， 然后我们刚刚点了一个鸭肉炖饭，然后我们来吃一看好不好吃哦。肉有点咸，但是感觉饭有点软，可是蛮符合台湾人的胃口。如果加点辣椒会更棒。然后我们现在来尝试第二间海鲜餐厅，叫是这间。How you met each other?
Manhattan for coffee. First stop asked a place. 5 years later, you walk into the altar, and now she's gone. 是汤吗？哎呦，海鲜汤哎，海鲜汤哎。提拉米苏吗？提拉米苏吗？我去买。Oh, you found her, and now I know this all for me. I know. 这是米其林也是要必吃的。Time Out Market 非常多吃的东西，啊，这是披萨吧，炒面啊什么的，亚洲类的东西，然后这个又是汉堡，这个是什么？是排队呢。炸物的东西的，是甜的，是熟的，这还排队，你看，还排队，要吃吗？可是我没有胃了。好啦，大致上介绍到这样了，我们刚才把一圈的菜包、马蹄都已经介绍完了。有些店没有开，你看像这边，这个应该是不是吃的东西啊？没有开，生意没有那么好，所以或者还没租出去。哇，像人也是很多，好像从来从进来到现在都没有少过。好啦，你们逛完了，拜拜。